零九到哪里了？这样，这里好像是打不赢了，打第三关的 boss 吧。先训练一下，等一下再讲角色吧。我这边要当一下，是这样。两倍速，还有一只。有两只。好，最后一关。哇塞，恶魔欸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人家聊天欸。你又抽中了什么XD？哼哼。嗯，到现在这么高。我觉得他好帅哦，白恶魔。我们这局面去刷等，继续刷下去，一直刷。再给你们皮胖结合啊！哇，板甲护卫。嗯，给你们看一些角色好了。欸，他像有新角色欸。我天哪。嗯，都讲到乱掉了。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个应该讲过了。刚刚讲到暗黑精灵。看去你的上面，对，应该是讲到这里。啊，这次感觉还没。嗯，可是我记得盲眼讲过了。可不可以讲个不死族了吧？欸，不死族好像还没讲完呢。墓地之王的一个古拉尔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近的好了，然后这边有那个，哎呦，哇，真不愧是不死族，我觉得不死族的角色都好漂亮。然后当然我们有一些低端角啊，呵呵，这样也六星啊。